随身碟呢插在这里，随身碟插进去之后呢，然后所有的程序照旧，一样刀尖移到 L 角，暂停，右键输出文档的选择在一的位置，然后他就看随身里面有几个档案。CMS 是刚刚影片中所给你的，就是 Cutting Master 2做的，然后按下 Enter 键之后，他机器就开始去找脚线，他就可以去操作了。啊，但只放错他一样，找不到一样不割。这样 OK 我就关掉了，我这边关掉。那如果是 Cutting Master 4呢，一样。欸，4的话我方向故意放反，390度。一样的刀尖都是要先移到脚内，看你妈是4的 Enter， 一样到脚，